真耶稣教会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，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一章一节，犹大王用阿敬即位第三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，将城围困，主用犹大王用阿敬甲神殿内器具的一部分交伫伊的手，伊就将这器具带到神那地，收入伊的神的庙内，下伫伊的神的库房内。三节，王吩咐太监长阿斯比那对以色列人的王亲甲贵族的中间带几个人来，就是少年无下厨，面貌水。通达各项的学问，知识聪明拢丰富，才有资格跟随伫王宫内的，着教因加勒底人的文字甲言语。五节，王就派定将家己所用的食物甲所啉的酒，每日赐因一份，培养因三年久，满了三年，通予因跟随伫王的面前。因中间有犹大族的人，但以利、哈纳尼亚、米撒利、阿撒利亚、太监长，甲因号名称但以利做伯提撒撒，称哈纳尼亚做撒迪拉，称米撒利做米刷，称阿撒利亚做阿伯尼哥。八节，总是但以利立志。无要用王的好米，甲王所啉的酒，打拉三家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允伊免得打拉三家己。神予但以利伫太监长的面前得到恩惠，受怜悯。太监长对但以利讲：“我敬畏我的主，我的王，伊已经分派恁的任职，这是伊看见恁的面貌。”比恁当年的少年人较潇洒，怎样好啊？安尼，恁就予我的头伫王遐握得保全。十一节，但以利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利、哈纳尼亚、米撒利、阿撒利亚的监护者讲：求你试看这个萝卜十二久，予阮食素菜、啉白水。然后通看阮的面貌，甲食王的好米，遐少年人的面貌，就照你所看的款待萝卜。十四节，监护的就因准因这件事，试看因十二久。过了十日，看起因的面貌，比食王的好米一切少年人，搁较水、较肥。对安尼，监护就摕起。派因食的好米，所得啉的酒，予因食素菜。十七节，这四个少年人，神伫各样的文字学问，赐予因聪明知识。但伊哩佫明白各样的意象，佮望去的掉头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入少年人来的日期已经到，太监长。就将因带到王的面前，王甲因讲话，看起少年人的中间，无一个人会比得但以利、哈纳尼亚、米撒利、阿撒利亚，所以留因伫王的面前跟随。王所问因一切事，就知因的智慧聪明，比通国的术士甲用法术的赢过十倍。到古列王元年，但以利还伫咧。